大家好啊，今日为大家介绍东方星嘅1964年复刻版嘅潜水表。咁今日咧介绍两个配色啦，一只就系原色嘅黑圈黑面，另外一个配色咧就系比较特别嘅配色，一阵后边会介绍啦。咁呢只表咧就系打明 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嘅。咁表面咧有50小时嘅动力储存显示啦，40.2mm 嘅直径。镜面是用蓝宝石玻璃啦，再加防反光涂层嘅。咁呢只表咧，仲攞咗 ISO 嘅潜水认证，系潜水200米深嘅。咁我手揸住呢只绿色咧，就系、有一个设计背景喺后面嘅，就系讲紧一个日本嘅潜水热点龙泉洞啦。咁讲紧个潜水员潜落个水底入面再影翻上嚟，咁就系呢只表面嘅颜色啦。咁採用嘅咧係東方嘅日本自家機芯啦，係 F6N47， 都係採用316實心嘅不鏽鋼底同埋折扣。咁隨錶咧仲會送多一條膠嘅錶帶嘅喎。咁另外咧仲有一隻配色就係黑圈黑面啦。咁佢嘅錶針咧就採用咗波板糖嘅錶針，好特別嘅。咁出邊都少有嘅。咁黑圈黑面都係跟多條錶帶嘅。咁再睇佢嘅夜光啦，咁12点位同埋三支针咧都有夜光嘅，系绿夜光嚟嘅。咁又系叫 Matthew 戴上手睇下啦，40mm 嘅直径。咁呢只表咧，都好抵玩嘅。咁我哋有个优惠价俾表迷，有兴趣可以上嚟试下，货量唔多嘅。咁今日介绍到呢度，下次见。